的初审，但是当时初审都没有通过，所以说这次二期的时候我收到邮件非常的激动，非常开心，然后也想好好把握住这次机会。唱歌的话我非常有自信的，所以如果能够有幸通过舞蹈的审核的话，歌审我一定会好好努力的，不管多快的歌我都能唱的，说包括什么《初音未来消失》这种高难度曲目我也没问题的。我会给大家带来一首歌，是张韶涵的《友情的翅膀》，我觉得应该可以克服战胜这首歌。我的梦想呢，就是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舞台，然后能够展现自己。总之呢，为了这个梦想，我会加油的。不知道自己能不能通过这次的招募，希望自己能通过，我会加油的。我心里非常的紧张，而且能够紧张到胃疼。我希望能够加入 SNH48A， 能够和他们一起生一起努力，一起让这个组合走得更远。其实没有特别大的信心了，但是我相信我会努力鼓励自己，让自己唱得更好。希望我的照片能出现在后面的照片墙里面，为了达成这个目标我会努力的，请支持我，谢谢。终审的自选歌曲是《马塔西塔》，对自己有信心，但是这首歌也很有难度，希望能够唱好。我的目标是成为让大家喜爱的偶像歌手。很多很漂亮很有才艺的妹子们，说实话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信心了，不过我会努力的。我不是太有自信，但是所以不知道自己能不能通过，但是我会自己尽力的。我希望能够成为 SNH48 的一员，以后能够一起到日本去演出。紧张并快乐着，因为我觉得能够走到这一步真的是非常不容易，也非常的幸运。这也是对我自己做了那么多准备的一种肯定。歌审的自选歌曲是前田敦子的《你就是我》，毕竟你觉得前辈的歌不是挺好唱，但我会努力去唱好的。我会尽我最大努力，希望进入 SNH 我能实现我的目标，就是能跟 AKB 同台演出。我的目标是成为40代的 AKB。现在的心情很激动，我觉得像在做梦一样。今天很兴奋，很开心。很开心能加入 SNH48 这个家庭，以后我会努力的。现在心情很激动啊，然后很开心，想要跟前辈们到时一起在舞台上努力。终于进入了，好高兴啊！好紧张，就没有想到会进啊。总之以后一定会加油，大家敬请期待吧。能够成为二期生，我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开心，就是有一种非常不真实的感觉。在被念到名的那一刹那，我真的非常非常的高兴，从现在开始就成为我所憧憬的偶像组合中的一员啊。闪光灯一直在闪啊，并且就各种激动，现在还没有回复过来，激动的就是差点摔个跟头。以后希望在 SNH48 里面继续成长，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，希望好好努力实现自己的梦想。非常高兴也非常激动，努力成为 SNH48 的正式成员，能给大家带来满满的正能量。希望我在二期里面多多加油，相信我可以的，在舞台上把正能量母姐一起带给大家。谢谢。我希望我可以把正能量传递给大家，会努力的成为正式队员的啊。成功了我今后会继续努力的，希望以后通过努力成为正式成员。以后进入了，我一定会很努力。谢谢大家，我希望接下来的日子里能一起努力，争取成为正式队员。真的很开心能够进入 SNH48，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带着基友们的梦想继续努力啦！耶！等那个名字过程的时候，就超紧张，手都凉了。快靠近最后手才叫到的，
很担心会落选，但是最后还是很幸运的入选了。晋级以后自己很意外，肯定跟朋友和家人都打电话报了这个喜讯，很开心。非常谢谢我妈妈能够陪我一起来，能够一直支持我，也非常感谢。因为有很多关系特别好的朋友一起进了，所以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努力，一起成长。我和我这好朋友本来想的是大家能一起进的，可是很可惜。一些女孩子没有入选都在哭，有点难过。虽然自己最好的朋友没有入选，但是我希望她可以不要放弃。想对落选的妹子们说，一定要坚信自己的梦想，不要放弃。